今天的标题图片是应该说是一张很著名的照片，是两个茶马古道上的背夫正在歇脚，一个呢是侧面对到镜头看到镜头，另外一个背对到镜头，一条一条横放的茶包堆在他们背上，茶包下面的一根有一根很长的棍棍，跟茶包两个垂直。就竖起绑在茶包上，把腰板支起来之后呢，这根棍子正好戳在地上，起到支撑的作用，缓解这个负重的压力。茶包上都还搭的有草席斗笠，他们脚杆上呢穿的是草鞋，裤脚卷到这个 K 七三上。这个照片是哪个拍的？在哪里拍的？啥子时候拍的？现在收藏在哪里？我们今天就摆下这个问题。时间又回到1876年2月15号，在英国一个叫做齐平坎普顿的地方，就我们这一期的主人公叫做尔内斯特·亨利·威尔逊，叫 Ernest Henry Wilson， 就降生在这个老威尔逊的家中，就成了这七个娃娃当中的老大。直到今天呢，这个威尔逊家族还生活在那个地方。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威尔逊，他有一个直生生，现在也是老头了。目前是研究威尔逊的一个权威，他写了几本关于他的书，也到处做演讲，曾经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我们说的这个威尔逊呢，他16岁就到北明翰，就英国北明翰，在植物园里头当学徒，同时呢也在当地的一个技术学校读书学习园艺。到1897年，他21岁的时候，他就在伦敦郊区一个叫做 Q 园那个园林的地方，就得到一个职位。到了1898年，就是第二年，就是伦敦一个很著名，英国一个非常著名的苗圃，叫维多利亚维奇苗圃，董事长就请这个球区的球员的这个区长推荐一个年轻人到中国去找一种共同树，也叫手帕树，也叫鸽子花树。这个树子呢，就是我们前几期带过的那个法国神父大卫，他在发现熊猫的同时，也发现了薄型的共同树，观赏价值和植物学价值都非常高，是一种珍稀树种。当时英国只看到大卫神父的记载，没得树种。于是就选了他。再过一年，1899年，23岁威尔逊就以英国南方肯森顿皇家科学院的学者兼英国皇家植物园园艺师的身份，就被维奇苗圃选送到中国，就来寻找包括共同在内的适合在英国栽种的这种园林观赏植物。注意哈，他这一次的行为是商业行为，他是受雇于维奇公司，这个很像这个英国军队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一样，就是通过私营企业进行所谓国家行为，不是直接由政府派出。这个是中西方的一个区别，
就根据当时给我一汽公司签订的合同，威尔逊就要前往中国进行职务探险。我一汽公司给他提供500英镑的费用和100英镑的年薪，这个年薪就相当于当时中产阶级3年多的收入，应该是很高的收入。所以威尔逊就从此开始了他作为这个职务猎手的冒险生涯。威尔逊受聘于这个维奇苗圃期间呢，就1899年到1902年和1903年到1905年2次到中国来采集植物标本，前后是5年的时间，就帮英国这家苗圃公司采集了大约510种植物的种子，还有2400多种标本。英国这个维奇公司他就赚惨了噻，就为了表彰威尔逊大获成功的这个冒险之旅，维奇公司专门送了他一枚，这个叫做鹿茸号型的徽章，因为鹿茸号也是他在中国发现的，500黄金花瓣，号称是栩栩如生，上头还镶嵌了14颗钻石，也就是说，这个植物猎手名利双收，名气大得很，名气太大了，以至于1906年，就他回去过后第二年，美国哈佛大学就决定高薪把他挖走，挖到哈佛大学下属的叫阿罗德植物园。当时的合同现在还保存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我去看了一下，他这个合同当中规定的年薪就已经是750英镑了，也就是比维奇苗圃公司给的年薪高出600倍，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收入。于是他就代表哈佛大学阿罗德植物园再次来到中国，主要在中国西部活动，又来了2次，就进一步进行这个植物考察采集。当然回去之后，这就是后话了。他又在1918年又到了中国的台湾，当时呢西方人叫做福尔摩沙，还到了日本以及南亚地区考察。这个威尔逊呢，应该说是东西方交流之后的著名冒险家之一，不愧为是植物猎手的之类称号。他到中国来，先落脚就是湖北宜昌，也就是现在这个葛洲坝水电站大概旁边那个这个城市。是长江通往四川的必经之路，离神农架这些湖北境内的深山老林也近得很。而且当时呢，作为是内河对外开放的一个港口，在宜昌还有领事馆。同时由于他这个有大量的经费需要保护，他当时的经费换算成中国的铜钱带到身上，据说是好多吨。所以他在宜昌就招募了10几个人的团队，还专门申请了持枪证、持枪文书。这些文书啊，还有给当地农民签的协议啊，都保留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头。那么这前前后后几次中国之行呢，他就一共收集了25000多份植物标本。涉及到4700种植物，他就将其中的1593种植物的种子和168份植物切片带回了英国和美国。就除了我已经说到的这个中国所谓中国果子树、手帕树这个共同之外呢，还有几个很著名的，
大家一说都晓得，比如说是被称为是这个高傲的马格尼特的叫做黄花卓兰，被称为帝王百合的岷江百合，被称为是花中皇后的月季花，被称为是华丽美人的陆荣浩，就是他得奖章的那种植物，以及后来就成了新西兰重要的栽培水果和出口水果的猕猴桃。现在在超市买新西兰 kiwi 就这个东西。所以威尔逊被西方人称为是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他1913年出版了一本游记书籍，名字叫做《西部中国的自然学家》。1929年这本书再版就改成《中国杠园林之母》，对这个整个人类，尤其是对西方的园林艺术，都产生了那种深远的影响。其中呢，也展示了威尔逊在四川的很多活动，比如说他在游记当中就批评当时某些老百姓的一些所谓劣根性表现。就他一面呢，就用这个四川耗子，就是老水子绰号，来反映他碰到的一些四川居民小气啊、吝啬啊、贪婪、狡诈。但是同时他也夸他们，说他们是农艺能手，农的技术方面很得心应手。威尔逊在四川的考察路线，入川考察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就走水路。比如说1908年，他就是从宜昌坐船到宜宾，再远到岷江，到乐山，当时叫嘉定，从乐山到峨眉山、瓦山，到汉源的涪陵，再往北到瓦屋山，再往西北雅安、天泉，就走泸定到康定，当时叫大前路，然后从康定就坐换骡马，就丹巴、茂功、冠县、松潘、绵阳，这样成都。另外一条就走陆路，就先从宜昌走陆路到重庆的开县，当时属于四川省，然后经过宣汉、大县、巴中、仪陇、阆中、盐亭、三台、金堂到成都。那么根据雅安和汉源的这些史学前辈考证，威尔逊当年呢应该说是两次到过汉源，五次在雅安进行过考察。从他走的路线来看呢，应该是由今天汉源县永历乡索以岭进入雅安境内，从三角乡飞越岭出境，也就是说从索以岭到清溪段的古堰道，这个长度是大概124公里，要走4天。从清溪到飞越岭这一段是在茶马古道，大概是77公里，要走3天。所以汉源就有人推测说，威尔逊每次在汉源大概待的是6-7天时间，十次中国的汉源境内滞留了25天左右。2007年，就不得7-8年前之前，9月24号，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有个研究员叫印开普，印刷的印，开放的开，普就是草字头那个普，就成立一个课题组，叫做重走威尔逊之路，一行五人，就到汉源，考察了汉源县的三角乡和清溪镇，就找出了两处威尔逊当年的摄影地点、照相的地方。这个网上很多，我就不重复了。这个地方呢，就向这个印开普先生表示尊敬。据我所知，他是已经快退休了，才得到了一本关于这个威尔逊的书，
于是他就基本上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嘛，万里追溯，上坡下坎，就沿到威尔逊的路呢，就反复梳理、拍照、采访。我听过他一次在这个香港城市大学的演讲，他就说，威尔逊1000多张旧照片当中，60%、70%的这个影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个尹老先生就把其中250组照片、新老照片对照，结成一本集子，出了本书，15万字，书名叫做《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就介绍他追寻威尔逊的足迹的艰辛，真的是很不容易。就我们今天要说的这张照片呢，最早是印刷在威尔逊本人所写的那本说《一个植物学在中国西部》，1913年出版的书是上下两册。这张照片呢，就收在下册第9章。1939年再版，书名改为这个《中国园林之母》之后呢，就去掉了跟植物无关的内容，包括体育啊、狩猎啊等等等等。那么这张照片呢，就收在第29章，标题叫《茶叶与制茶之物》，供应西藏市场的制茶的。那么这个版本的英文书呢，2015年就由这个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一个退休的老研究员叫胡启明先生，他翻译出版。那么经过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应开普先生和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胡启明先生，他们先后考证和互相印证，那么书当中大部分的地名和照片的位置都确定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的订正，还仍然是悬而未决。主要原因就是当时他这个英文注音啊，他是老式注音、维氏注音，同时呢，记录的又是当地的方言，所以很难校正。这个工作可能以后要留给后人慢慢去做。那么这本书当中呢，就记载了他在雅安考察的时候，关于雅安茶叶以及雅安杯弓的一些情况。这下面这段就是我念的。亚洲城包装的茶，每包重量多为18斤（括弧24磅），但在其他地方重量会根据质量不同而有区别，可以是12斤、13斤、14斤、15斤或者16斤。根据不同的质量，每个城镇有自己特定的重量。从亚洲和云锦县发运的茶叶走大陆，而名山和天泉的茶则走一条小路，二者在泸定桥汇合，并在过河时交税。每条路都极为困难，人力搬运如此重的负荷，通过如此崎岖可怕的山路，令人感到惊奇。平均每个垛子有10包，每包18斤，但12、3包的垛子很普通。有数次我见到一人背了20包，不过每包只有14斤。就即使如此，总重量也有370磅。亚洲距大件路，就是今天康定哈，约140英里，恢复可能不足。民工背茶负重，需走20天。这项工作虽不人道，但有成千的成年和未成年男人从事此项运输。背着又重又大的垛子，他们不得不每100码左右就休息一次。但如果把垛子放在地上，他们就再起不了肩，因此要带上一根短梯形拐杖，休息时顶在垛子下面，而人不离开背带。从亚洲运到大件路，背货人每一包
可得400枚铜钱，恢复是约合30枚一分。从中，他要支付自己的食宿，就是吃饭睡觉。然而，这样的报酬在乡村已很不错，致使吸引很多人来从事此项工作。关于这一边境贸易的数量，很难得到准确的数字，但通过各种渠道，多少可靠来源的统计，每年至少有5400吨，价值近7500美元的茶叶运入大件路。这就是他当时在书上的记述。那么这张照片具体到底是哪里拍的呢？刚才已经说过，现在这张照片收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在这张照片旁边有个注释，是1908年拍摄于四川省。据专家分析呢，应该是拍摄于靠近康定的地方。也不晓得咋个的，我一看到这张照片，就想起这个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啦哩啦哩啦，好，有点惨。我奶奶原来跟我讲过，说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就背过茶包子去康定，但是可惜半路上就拿给棒老二抢了，所以一蹶不振很长时间。威尔逊第四次到中国来的时候，也算最后一次来的时候，就为了调查这个所谓帝王百货的分布，就碰到了塌方，把腿给压断了，就上下都是悬崖那种羊肠小道上，他就动不得，所以只能横躺在路上，让这50匹，据说有50匹骡马从他身上跨过。这个故事后头在美国被一家报纸画成了漫画，进行了报道。这个图片我等会儿就放到这个链接底下。所以他的这些民工团队就把他送到成都医了几个月，就不得不放弃了考察嘛。最后就他辗转回到了美国，做了手术过后呢，就残疾了。也就是从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踏上过这个川西中国西部这一带。他走之前他自己也晓得，所以他给每一个随从，他在宜昌招募的这些中国农民逐一拍照，就留下了珍贵的照片。这也正是这个植物猎人，就把这些地地道道的宜昌农民培训成了经验丰富的这个植物采集者。很可惜呢，就是这个威尔逊走了之后呢，他们这些农民也都流落到民间，各回各家，就结束了他们的传奇。由于威尔逊的特殊贡献和他的独特经历，所以他被西方人称为是这个最成功的植物猎人，给他一个绰号叫中国威尔逊 Chinese Wilson。 他后头就成了哈佛大学阿罗的植物园的园长，也要感谢这个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这个数字化工程，就把威尔逊那些所有资料很多卷都扫描出来免费放到网上，我下了一些就分享给大家，就其中包括哈佛大学跟威尔逊签的合同啊，威尔逊跟宜昌的农民签的协议啊，日记的手稿啊，包括这个重庆政府驻英国政府驻重庆的领事馆发的对民众告知书啊，他的护照啊、签证啊等等，特别有意思。我就选一个他那个对民众告知书念给大家听一下。答应亲民驻扎重庆领事馆为小于是赵，就是说把事情说清楚，发一个文件。得本国绅士魏立生 Wilson， 当时翻成魏立生，
虽待故宫人等潜赴内地各处游历，挑采各样草木花卉，以供博览。所到之处，赞助旅费、船费，以及购买食物等价，就赞助嘛，就是住旅店的钱，旅费就是车费、船费，还有购买食物等价，其价均由该省公平议价，都有这个卫立省省市给你公平讨价还价，给钱，不得扰内地方。这就是约束，这就是约束这个Wilson， 请他不要扰乱地方。故宫人等如有克扣，准随时告知该省查办。就说清楚了，如果故宫团队出问题，就由威尔森来办理。致地方人等亦不得无故欺凌，就地方上的人碰到这个团队，也不能无故欺凌。造言阻了，也不能乱说话，不能阻止人家。只敢送酒，如果要乱来的话，就送官府纠察。此语，这个告示，这个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文件，这个地方我就不一一念了。反正这就丢掉下头嘛，大家自己看嘛。以后再去波士顿，就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就要去看一盘哈佛大学的阿罗德植物园，就看一下这些中国的园林植物。很不幸，这个是上天捉弄人。在1930年，威尔逊才54岁，他就给他妻子一起开车在马萨诸塞州，就出了车祸，就西北。话说回来。他到底找到这个共同树没有呢？他确实找到了共同树格子花，但是不是在四川雅安宝兴这个大卫神父记载的地方，而是在湖北宜昌往四川方向的一个大山里头。关于这个共同树还有一番传奇，我们就查出来讲一下这个共同树。就是那个照片基本就是个样子了哈。半个世纪之后，195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在日内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他住的这个宾馆的院坝头就有一种树枝引起他的注意。这个树枝不高，长满了这个白花，这个一朵一朵的白花就像这个翩然欲飞的鸽子，又像是这个垂钓在树上飘逸不止的手帕。周总理就感到很新奇，就问当地的朋友说，这个是啥子树？导游说，这个树是从那个中国引起来的，名字叫做鸽子树。周总理听了过后感到很惊奇，回归以后就找到北京植物园，说你们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没得好久，云南昆明植物园就打报告上来了，说他们在云南发现了这种树枝，于是就从云南开始移种这个鸽子树。那么现在中国好多地方都庭院都栽的有这个鸽子树、共同树，就成为号称哈、成为是云南发现的一个世界知名的园林花木，因为它样子像鸽子。所以有说它是和平的象征。又过了半个世纪，就到2016年6月，在塞尔维亚，就是前南斯拉夫地区那个最大的一个共和国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植物园庆祝140周年建园，国家主席希腊和彭妈妈就给塞尔维亚总统和夫人一起种下了一棵象征友谊的中国共同树。就这一棵共同树，先是被这个来自法国的大卫神父在四川雅安宝兴把它科学发现，然后再由这个
美国哈佛大学来的英国人，把他引种到欧洲，然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在瑞士偶遇，再由中国植物学家林明再次在云南把他发现，最后呢是这个习大大彭妈妈又把他种到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就是这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就见证了中国不断跟国际的这种融合。2011年8月，中国国家地理这本杂志登了一个报道，说是2008年在四川云锦县境内，奇迹般发现近10万亩野生共同，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这个野生共同分布区，哎，这个好得很。今天是2020年4月17号，共同花按理说马上就要开了，但是可惜今年是闹肺炎疫情，所以就不鼓励大家出门扎堆去看鸽子纷飞。就梦幻般的鸽子花呢，就是居家给你在床上梦比较合适。请大家记住，评论、关注加转发，延安龙门肉丸来慢慢接到摆。今天就说清楚了，这幅著名的茶杯壶的照片来龙去脉，网上已有的我就不用说了，网上没得的我自己补充一点，听起好耍。